about Sisyphal getting his pants and having taken relief. I just don't like the retraction. 在第一轮是导出高音标准下的七十三杆，暂时排名第26名。 尼尼在休息一个小时之后，第二轮从后九洞出发。尼尼在第14洞一记漂亮的推杆，成功抓下一只小鸟，场边球迷欢呼声不断。一天连打两轮，对这样你的体力的确有些许影响。虽然在第二轮前5洞，尼尼抓下两只小鸟，但也吞下两记 bogey。尼尼在第二轮的球运似乎也差那么一点点，第17洞也开始跑 par 3杆。 没想到小白球在洞口滚了一圈，还是弹了出来。这样你在第二轮因为天黑提前结束比赛，只完成。